今天李晓霞呢是第二个出场，她是打第一主力。 比如这一段，啊，对方失误比较多，可以让他多打，这时候你可以防一下，但是，啊，好的，主动上手了。 前的这个能力不行，你看木子又强起来，秦梦相持，队的第一场比赛，那这样木子呢就以11-3战胜了水平比较高的选手，我记得在一次也是全国锦标赛中啊，他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，漂亮。 这个士气呢是非常高的，但是由于奥运会之后呢，缺乏一个系统的训练，所以现在球应该说不是特别熟的时候比较多，所以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，是一个熟练性的一种项目。对小霞来讲呢，自己如掌握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，啊仍然。 漂亮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李晓霞呢，在正手进攻完以后，回到反手位的时候，她这个反手的加力啊，非常出色，看就这个球，细短的，好球，好球。 漂亮，动手结束的情况比较多，这都是高水平运动员的标志。
李晓霞呢，现在也是1:2落后，受到了杨洋的挑战，一搏。但实际上呢，他们技术能力比奥运冠军的差距。 漂亮！杨洋今天的防守确实是非常出色。有很多球似乎我们看起来都是李晓霞必得分的球，反而被杨洋给防住，反而得了分。高吊弧圈反拉。 高吊弧圈拉起来反拉，封路，变路，漂亮！结果李晓霞拿球失误，这样杨洋就以12比10取得了第4局比赛的胜利，以3比1战胜了奥运冠军。 乒乓球这项盛典，3比1战胜了奥运冠军。球员评的门下，最终呢，排阵来看呢，就如果说拉里边，最优秀的一个，就是他的反手是生脚。重要的就是国球为国民健身服，怎么样呢？通过乒乓球这项盛典呢，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 顾雨婷正在反击，这样顾雨婷就以11比7又取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，顾雨婷。